好，来看这边，来看这边，这个我画图给你看哦，我把它画成钱给你看哦，所以有几张一千块？一张。有一张一千块，对不对？几张一百块？两张。两张一百块。那、再来几个十块？三。三个十块，几个一块？是八个一块，所以总共就是1238，会不会了？再来，我也要把它画成钱，画成钱，所以几张一千块？两张，两张，对不对？几张一百块？五张，五张。好，再来，几个十块？四个，四个。对不对？再来几个一块？一个，一个，会不会了？啊，所以呢，这里的钱就是3000。哎，这里的钱是2541，会不会了？那我把全部的钱合在一起呢？所以呢，请问你的那现在几张一千块？三，是不是三张？啊，几张一百块？七，是不是七？几枚十块？七。几枚一块？九。会不会了？会不会了？啊，所以你会发现，一千块就要跟一千块，一百块就要跟一百块，十块就要跟十块，一块就要跟一块。所以你要对齐位置，慢慢加，听得懂了吗？我说什么？要对齐位置，慢慢加。哎，要怎样？对齐位置，慢慢加。怎样？对齐位置，慢慢加。啊，所以你在算的时候呢，要做什么事，你知道吗？注意看哦，对齐位置怎样？慢慢加。慢慢加。啊，所以你要做什么事情？指着念着大家。哎，对，聪明，要指着，然后念着，念着大家想，然后大家想，会不会？会。好，所以来开始喽，开始喽，开始喽。八加一。九。九。四加三，七。七，你看我都是大加小哦，会不会了？再来，五加二，七。七，二加一，三。三，算完了，来换这题，三加二，五。五，所以我都会指着哦，我有没有念着？有啊，会不会？所以而且我有没有大加小？有哦，所以指着，念着，三加二，五。而且要大加小，五，会了。来下一个，四加二，六。六，九加零，九。九。八加一，九，九，所以要指着念着，大家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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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不会了？好，下一个，念给我。五加四九，六加零六，哎，很好。七加二九，八加一九，哎，很棒，再来。六加零六，再来。五加一六，再来。三加一，三加一四，四加二六，对，很棒，很快，再来。四加一五，二加二四，七加一八，五加三八。对，会不会了？会了，手工。